想你，每天都很想你。但我们唯一犯的错，就是相爱。原创华剧《第九节课》由徐伟宁、陈浩森、影星薛士林、张景兰主演。今天释出陈浩森壁咚徐伟宁的官方海报与告白预告，两人大谈禁忌师生恋。就算全世界都反对，我只在乎和你有同样的感觉。我想你，每天都很想你，绝不缺席你的第九节课。有人觉得我们错得离谱，但我们唯一犯的错就是相爱，只想见到你的第九节课。预告唯美又充满禁忌感，而谈起这个壁咚场景，陈浩森笑说，壁咚的时候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一直叫，超尴尬。而徐伟宁说，陈浩森就像一个大男孩，很率真，保有赤子之心，也感受得到他很纯真的那一面，很像剧里一翔的个性，是简单善良的小屁孩。该剧讲述由徐伟宁饰演的国文老师陈梦云，被爱惹事的校霸自由生张一翔盯上，频频刁难，两人从不和到发展出紧张又刺激的禁忌爱恋。